中国和巴西互为重要经贸伙伴。近年来，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，中巴经贸关系不断深化，双边贸易稳步发展，投资合作日趋活跃。2022年，双边贸易额达1714.9亿美元。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。巴西是中国大豆、鸡肉、食糖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，玉米等重要农产品也已实现对华出口并迅速增长。中国也是巴西重要的直接投资来源国，双边务实合作稳步推进，涉及制造业、能矿、农业、基础设施等广泛领域。我们期待同巴方一道，以卢拉总统访华为契机，就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深入发展开展建设性讨论，进一步深化中巴务实合作，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提质增效。